有方式。那得行。先休点钱。店这家都走进去，光亏本没成。你哪来的？奇怪，啊，这间饭店是你开的啊？谁讲你会当来，我袂当来？你当然会当来。啊，不过我来这，还是因为这个所在对我来讲一特别，有足侪记忆的。难得你来。你莫误会啊。我只是拄仔好经过这，顺便入来看卖一下，无白意思。刘芳姐，有一件代志会当骗别人，啊，不过无法度骗家己。我无需要骗别人，嘛无需要骗我家己。麻烦代志我唔管，啊，不过讲你感情，我希望你当对你家己坦白。那你讲。这是顶个学校，不要紧嘛。我不要紧啊，我男朋友已经替我处理好啊，免你烦恼。有人处理就好。那你咧？我听你遐兄弟讲，你伤啊真严重，够要紧。你咧关心我，你咪烦恼我。会喂，今日我做是我任何一个朋友若受伤，我拢会足烦恼的。搁再讲，你是为着要救我才会受伤的呢。好，那你我问你，你老老实实回答我，你敢把他当作是朋友？是啊。你敢只是把他当作是朋友？是啊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好，那呢，我最后问你一解，你敢真正只是把我当作是朋友呀？王伟杰，同款问题，你到时安尼一直问，一直问，一直问。因为我想要知影你心内在想啥，看你是不是在骗我。你别想骗我。看我的目睭回答我，你敢只是把我当作是朋友尔？只是朋友尔，只是朋友尔，只是朋友尔。王伟正，你给我听好清楚，我对你就跟他朋友尔，其他的什么拢无。我知影，我以后别再问你这个问题。无以后，因为咱以后未阁见面。你王正义对吧？既然讲到伊，既然恁两个登记了后。我想代志啊，阮无安怎？我甲正义真好，阮的感情袂因为安尼就受到影响，阮会一直幸福快乐行落去。多谢你关心，无代志就好啊。因为我真正无希望，变作是破坏恁两个感情的迄个。你不需要想遐尼多，安尼我就放心啦。刘芳姐，答应我，你甲王正义两个人一定要幸福快乐，一直行落去，好不好？
多谢你。想要顾亲弟，啊，不过亲弟的成本是真大的负担，我嘛袂当爸爸家己烦恼本钱的代志，袂当让因哥替我操烦。找我，你真正足幸福的，是讲要搬转来厝住，我感觉就真欢迎你。啊，不过我呢，我即摆遮尔啊落魄，我当然是想要转来住一暗，拢让伊赶走。你家出遮尔大个代志，你唔知影好好反省，你阁先怨他爸爸甲阿姨甲你挂嘴。反省，反省。现在你每一个人都爱我反省，敢是我拢无咧反省咁快？你若知影反省，你就袂陷害亲家，袂少想要偷卖你家的财产。现在你拢无爱听我解释，迄是一个意外，我嘛唔知影变个真严重。哦，害亲家中风是意外，那你偷卖你家的财产也是意外是？我听你家做牛做马，你若是知影感恩，就要较好一点啦。我敢有需要安尼做？拢是因逼我的。对啊，对对对对，讲来讲去，拢是别人逼你的啦。你娶李安妮也是林慧茹逼你的啦。你偷卖你家财产是李安妮逼你的，我有讲唔对无？你若知影感恩啊，你就袂讲出这款唔是人讲的话。哥，好好，我知影是我唔对啊，我唔是人。啊，不过我真正足可怜的。安妮跟我离婚，想要把维克抢走。我即马连家己的厝嘛袂当入去。可是讲你嘛无爱插我，我真正什么拢无啊！我是要哪插你？我即马带出来，我不是带台湾。你台湾得了忧郁症的时阵，拢是我咧照顾你诶。啊，若无记唔着，我伫台湾的时阵，我好像就是得了忧郁症，可毋是得了失忆症。我会记伫个台北时阵，你住伫我遐，迄是因为你予李安妮赶厝，你无所在通住，你才会困伫我遐。我无讲唔对吼？就算讲是安尼，你嘛袂当唔承认。迄时阵你心情无好，大刚想要念我，我嘛予你念到天光，我拢记点点啊。那这是无讲唔对了，我忧郁症会好，是因为念你念好个啦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讲哪无唔对吼？我阁会记你有一间，你想袂开想要跳楼，那不是我甲你诱条啊？你早就跳落去啊！跳你一个大头啦！我是要捡你的内裤，不是要跳楼啦！好好好，就算讲啥呢，至少在你上需要我的时阵，我嘛在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，甲你相挺，敢不是？哥，全世界的人只有你对我上好啊！我大概拄到困难的时阵。你都会跟我斗相共，因为你，我才会当拍平手骨顶斗用，去面对所有的难关。就算讲是全世界的人拢无爱插我，你嘛袂放弃我，对无？
你是我的小弟，我是要怎放弃你？你也未改邪归正，好好重新做人，我是要怎放弃你？阿哥，我就知影你对我上好啊。那呢，你要怎跟我斗相共？所以，你希望我安怎跟你斗相共？先还两百万。两百万，一百万也好，先还开餐厅，花东山再起。安尼爸干嘛？就会另外一个后生啊！你真正足敢的呢？这一两百万你也讲会出嘴？你无现金，啊，不过你有租厝。爸有讲过，已经租厝是要留给你的，你会当摕去抵押，摕去贷款啊！你讲啥？做善袂用当，你连想拢袂用想。哥，你莫这样子，我讲过，做善袂用当。好啦，非得你就是不管我的死活，我走，我永远袂去麻烦你啊！阿们都继续行啊！哥，你真正无咧插我哦！啊，你身躯无钱，你就能行得对啊？我嘛唔知影，阿们哥我一见就是离开，咱两兄弟可能一世人拢无得过见面。爸跟妈，就拜托你好好照顾我，你家己嘛要保重。好，拜托，这种可怜话啊，卖在我面头前你搬，我上无听三遍啊。大兄嘛，你想办法，要怎甲你斗三工啦？啊，不过你也给我一点仔时间啦。咁真实，大哥，我知你对我上好啊。大哥，多谢你啊。讲就讲话，你卖来卡来出来啦。多谢你啊，大哥。哎呀，哇，真正是。妈讲了忘不掉，我即卖不管做任何代志，拢爱甲天父放伫第一位，替因斗思想。无应该阁为着二哥的代志，甲天父添麻烦。天父最近为着选举，压力竟遐尼大，怎么我阁甲伊使性地？今仔日阁为着二哥，若是安尼落去，万一天父伊讨厌我，安是变怎？委员，啊，你规早起拢伫咧走行程，一直足忝的，你赶紧休困。下晡的行程是三点才开始啦。美玲姐，天父，您进来啊。我靠，做来吼，我有传这冰的绿豆汤，替满消消暑。嘉芬，你现在就大心了呢。天父，我甲你开酒啊。唔免啦。我不陪你。嘉芬，阿阮拄啊走完行程，有去食饭。阿委员一定巴肚还阁饱饱，所以毋才食袂落。那呢，天父，我替你泡一杯茶好不好？嘉芬啊，你无用你家己的代志，免管我。爷爷，麻烦你，替我把一部新成的资料提来我看一下。是。多谢。嘉芬，啊，你想怎？那看起来敢那足忝的呢？委员，咱下晡的行程走完就无什么代志啊。嘉芬敢那足忝的，敢要让伊先回去休困。我是不是对嘉芬伤歹啊？阿哥，我跟你家冤家，你若是感觉累，就紧当休困，莫伫遐勉强家己啦。
张秘书，大家拢辛苦啊！啊，我靠，就来，你从伊落去楼卡点一块凉的，顺便带两瓶青草茶回来。多谢嘞，我随去带。大家都要来。多谢。多谢。真正是足善良的，啊！明明知影家己的理想足规律，佫想办法要借钱给伊。哎，伊哦，想过单纯啊，你都莫怪伊啊。啊！你拄仔佮伊讲话时阵，拢无要插伊，我看伊敢若要哭出来啊。其实，加班啊，佫遮尔啊少年，你就多哄哄他就好了嘛。你看起来感觉足忝的，啊！你的红光啊，真足安的，我甲你聊聊的，安尼你会当较轻松的。下晡若是要走行程，你嘛较有精神。多谢你。你敢会用的？甲你的料啊较透过，安尼我较好抓。姐，啊，你也穿安尼，我也不是叫你穿个轻松衫裤来。你不是讲要跟我斗相共？嗯，我就想讲，你一定是想要介绍金主给我认识，对吧？我当然要穿较正式的啊，不过专工送去干洗呢。想了真周全呢。这是当然的啊，我之前失败这么多次。这届你万一跟我斗相共，我一定要好好振作，袂当让你失望。家昌，你应该知啊。我虽然讲我平常时对你较歹，也毋过吼，我还是足关心你的。我知影，我阁会记你进前伫学校的时阵，我去有人欺负啊，你是头一个替我出气的啦。我知影你对我上好啊，而且嘛绝对袂见死不救啊，对吧？安尼好，等一下哦，你就知。老婆，我的都好势，会当出发啦。紧坐车。姐，咱要去倒位啊？赶到位哦，你就知影。姐夫啊，我真正常，没什么世界啦。家昌啊，我甲恁姊安尼做嘛是不得已的呢。免烦恼啦，晋江庙的师傅真有名，伊也看到你就知你到底是不是卡着因。我唔是卡着因，我可能是运气歹，赚得无够多。拜托嘞，你差一点啊，甲恁丈人害死，我想要来伊公司卖掉。这样可恶的代志，你拢做会出来，一定是卡着因啊。好啊啦，恁两个人是起笑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即摆需要是钱，那无我即摆就走啊！家枪，家枪，家枪，家枪！
奇怪，我奈几个人起价要赔？几落？哎，你话贵我也贵啊！你最近是不是做过对市民不敬的代志？我跟你讲，我怎么能惊你？我阿兄是天公仔，我甲所有争不起我的人，一个一个拢诛掉。我让你知影，我阿兄不是在还给我啊！阿兄，紧过来！是啦，你紧过来，阿叔才会当替你化解啊！啊，若无你几个人拢走进去，搁咧继续落去吼，你以后一定害人放火。黄家昌，你已经无偌济时间啦，附在你身上的邪灵随时拢会爱你的命。叔啊，啊，今麦什么情形啊？伊卡着的是文武不足，小不识大妖魔。你是谁个边仔？哦。你做啥？这只有个太过，家长，师傅等你叫，你来。你那是在叫我？你是糟蹋我？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卫生照好啊，我是靠你吃饭的。突突突！我大妖魔，你护着这人身上，有啥物目的 ？Go！ 啥物妖魔啊？莫名其妙啊！我告你哦，家长，人对事不敬。洪家业，你若是无想要跟我斗三工，你就较早讲，敢有需要？啊，你跟我创滴？家长，家长。师傅，歹势啦，啊，人走去，那无后盖啦，我再揣伊来给你化解啦。林小弟的状况真严重啊。可是讲你若愿意，会当捐一寡钱来替伊做功德啊！啊，捐钱是爱捐偌济啊？两万。啊，配一个水，烧一个壶啊，就要两万咯。这，我去。哦。师傅啊，歹势啊，啊，阮钱早无够，啊，这红包哦，淡薄意思啦。啊，我先来打。等一下，阿弥陀佛了。哎哥，喂哥，哎，我穿好。好，好，好。家昌安尼耍你妈不是办法。啊，这个家昌做唔到代志哦，应该还受到教训。啊，若无哦，伊俩准哦，永远后边有人在咱靠，永远袂改进。我知啦。不过我刚刚讲，家昌嘛是咱小弟，伊即马要四界赚钱，咱若是不出脚手来斗相共。到时阵动歪脑筋，顶多害爸爸家己伤心。哥，你真的对伊太好，今年你要开公司的钱哦，还要摕去开餐厅陪了了。啊，伊也伫安尼挂出去时阵，嘛是你烧着伊啊，真正哦是顶世人欠伊。我俩就是顶世人，我欠伊，啊，这世人我才会做伊大兄。那安尼哦，我一定嘛是顶世人欠伊，这世人哦才做伊姐姐。那安尼哦，我一定是顶世人欠伊，这世人才会出来做我。
家人，我算算我这边我用出来都跟他咋办？啊，你明日就尽量到上岗。想无何家聪知影咱兄弟姊妹有出这个苦心，希望所来伊能好好行正路。阿珍呢，又把第几块收在地里？这个手柄啊，总算找回来了。不知道慧茹今晚安怎，一定真伤心。为什么我一定和慧茹为着我老婆死来？慧茹啊，是的，是的。阿珍呢？要不来？我已经到位啊，你怎么到的？哎，太姐啊，我无得过啊。为什么？是跟我发生什么代志是吗？我话啦，紧张但是你卖紧张，我无代志。韩国一边我已经派人去处理啊，伊暂时别有任何的动作，你就放心好好过你的生活，免烦恼哈。计无什么代志啊！你约我出来要创啥？人我有其他重要的代志啊。什么代志啊？我知道你最近发现一件哦，最重要的物件，我去替你找转来。重要的物件是什么物件？高天浩，慧茹，想要搞你这个重要物件，这会紧就出现啊！阿浩，恭喜你呢！你叫人出面我，我连空才找你送小。我随时等你哦。好啦，是要跟你讲啊，你去陪你的，再跟你联络啊，拜拜。
是的，我讲过，我袂阁离开你，袂阁让你为我流目屎。我，你讲出来，我唔惊。我惊我要找不到你，看不到你的人，看不到你的钱。我知影，我拢知影。你唔知影。你根本不知道我的痛苦，高天豪，你现在在想什么？你现在怎么在走？你活成就今宵的赶快把这几杯给他，准备走。你现在在哪里在我？现在？是的，我你做真正是不得已的。你为什么不听叶口叫？你安尼悠悠无消息，你敢知影我的心内偌着急，我偌痛苦？我怕你出代志，怕你有危险，我一日一日路我困也困袂去，我来做妈妈嘛着你，现在就要来对待我，你习惯哪样理由？你现在都没有理由来对待我？慧茹，慧茹。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飞过绝望。小东啊，你敢不听？敢不听？他们拥有美丽，一点也拢袂听，因为我知影你的心比我更加疼。慧茹，你是我生命中遐尼重要的人，我会选择安尼做是因为，我无想要害你甲恁厝内底的人受到任何的牵连。这就是你的错，我不满都接受。我相信我真自私啊！我只是想要保护你的。在你想要保护我，你嘛会烦恼我。那恁你现在怎无法度将心比心？我怕今日会出代志。你若是发生什么意外，我是要安怎？你现在怎拢唔替我想想啊？我会安尼做。我是来替你收拾完。替你做？是我更加无法度安心。我真正烦恼你，烦恼到你真不知要安怎过。是的，慧茹，是的，我以后袂跟你亏你啊，今麦拢已经无代志啊。你跟我都没钱，我没钱。不管我是什么代志，你都没离开我，我都没离开你。我袂阁离开你，我袂。
我想要好甲慧茹，即摆应该好好啊。我拢已经做到安尼啊，着放心嘛，应该放心嘛。你跟浩哥是好朋友，麻烦你替我转达。我不管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，请你一定要出面和慧茹姐交代，别再让慧茹安尼待落去啊！伊安尼形容无笑无笑，对一个遐尼爱伊的查某人来讲，真正是一种折磨。所以你常常回头过来找我，只为着这件事情。是啊，阿伯。阿玲，我知影，你放心啦。你拄则甲我讲的话，我会转达给钟浩知影。因为我真清楚，爱一个人，煞无得该见面痛苦。那恁这个代志就麻烦你啊。没礼貌，我已经替你解决阿浩甲慧茹的问题啊。那恁我甲你的问题呢？到底是要安怎解决？警察那场啊，真正是愈走愈粗啊，是动作长，用比手都明显直哦。真正是，拜托拜托，你吃卡慢呢，你安尼吃这么紧啊，你会惊着，哪啉茶啦？这不是吃紧吃慢的问题，安尼你都不应该哪吃饭哪配话。食饭配胃袂消化，这连囡仔拢知。我拄则已经讲过啊，毋是食紧食歹的问题，我的戒掉行为才会产生过甜啊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个排骨切这么大块，而且刀工还不及格，哎，真正是啊，把人给当作是狗咧饲啊。阿玲，你安尼讲，你较早毋是上爱来这间餐厅食饭，你讲这菜俗个大碗。你讲以后开餐厅，都爱餐就安尼，唔惊人客食。迄是因为挣钱，我是真卡少。去台北了后，我才知影，什么叫做品味啊？哦，安尼哦，那这间餐厅卖下你的品味，哦，无咱卖食，咱来顿啦吼。哎，大哥，我吃，我吃。慢慢啊吃啦。啊！你是要偌久啊？大哥，其实我嘛唔惊你笑，即阵啊，我困袂好，啊食袂好。你若真正见树不求，你唯一的小弟，真正变成流浪汉，困公园吃鸟鼠。卖我演啦，卖嗲假可怜啦，我已经想办法啦。拄则要来进前，我去找个家人。你找家人是要创啥？你去找伊根本是正规听耳朵。你哪来讲恁大姊啊？家人嘛真关心你呢。伊关心我，伊欺负我上忝，唔那是怕我，佮我带去庙内面，互人配嘴喏，真正是够恶毒。我讲老母说，就是我的外口啦。
我甲你嘛无共老母生啊。啊，无啦，你无共，你这个人靠爱心。即款白话话啊，免加讲啦。我问你，我若借一房你，所来你是不是会老老实实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？大哥，你是要问几届啊？好，我会当酒抓。我若想钱，我渡过难关，爱我食菜嘛用的。较正经的啦。我真正经，啊，不过伫食菜之前，我先食饱食饱好啊。食较慢的啦，你食啥尼紧啊？我讲你等下巴肚疼，咱慢啊食啦，哎呦！好啦好啦，我听你的话啊。大哥啊，你到底要借我钱吧？十万块先我你提用。十万块，十万块是会当创啥？哎，十万块会用做真侪代志呢。你用先去夜市啊租一个担，卖卤肉饭。一开始也较辛苦，对银工也慢慢赚。啊，不过凭你的手艺啊，真紧啊，啊，充使拄家己的店面啊啦。十万块摆摊卖卤肉饭，是要卖到当时才会当有家己的店面啊。安尼哦。好啊，无既然你看这十万块无，安尼我就免借你。哎，相公我无啊。我先跟你讲，这十万块你也好好用，爱用得正多，知无？好啦好啦，我知影，我绝对会用得正多。多谢大哥。想怎？我喉咙巴肚疼啊！我都跟你讲的，我叫你慢慢吃，你都唔听。你看，未消化巴肚疼吼。好啊好啊，你唔卖搁念啊，我先去便所。好了，进去进去进去。几万用？不行。咩嘢啦？看你食到安尼，这么欢喜，是不是这间餐厅的菜色有合你的口味？只要会当甲你两个人做伙单独食饭，食什么菜我都嘛介意。假使这若是第一约会，我会更加欢喜。美丽啊，我今日请你食饭，是因为这阵啊，你对我安尼四处走动，佮替我处理真侪代志，我想要感谢你，绝对无别的意思，你莫想伤多啊。你莫紧张啦，你莫我加想，我都莫想啊。好啦，你紧食啦，巴肚一定要啊吼，来，加食一碗。加班若是会用像你安尼，遮尔捌代志就好啊。即阵啊，伊惹遮尔侪麻烦，真正是予我一粒头毛会烧啊。一直不用加钱嘛，叫我都像安尼坐落来好好食一顿饭。姐夫，你莫遐尼啊紧张，你莫烦恼，我伫个啊，我会永远拢伫你身躯边，只要你有需要，我一定会甲你斗相共的。美莲。你实在无需要对我这么好，我真正无计代你安尼做。这是我家己欢喜干完。那么安尼啦，附近有一间百货公司，等下你陪我来试试。你要买物件？嗯，我买物件送人。哦。你一定是要买我加分对吗？我都知影。虽然讲你伫伫遐面，啊，不过较算也是做设计，你想要买物件，第一个想的嘛是加分。
我真是有够勤俭加分着，会当嫁予你这么好的翁婿。是相公，我是要送予加分的，我是要送予你。你要送予我？是啊，我你是介意香水，还是破莲，拢会个，在你叫。假使讲你若是无想要设计嘛，不要紧，等下我再叫秘书摕礼券予你。礼券？你是真正把我当作员工哦？当然嘛，不是啊，我是把你当作怕呢。这阵啊，对着我身边真正辛苦你啊，我一直想要找一个机会好好多谢你，你千万唔通客气啊。钟天富，你是真正唔捌，还是假唔捌？我讲唔对，伊讲唔对。我介意物件，是无法度用钱买会到的啦。你嘛免送我物件，我介意的，我家己会争取。较早，我应该要拉落去，就当作是做善事，管好别人啊。那现在两杯，我还拍在涂骹捡红钱，真正是有够歹命。唉，我识识人拢借透透，敢那借着十万块尔。在吃，豆卡嘛在吃，真正有够香艳刺激的。张天富，洪家昌，你来这家。那是我在家，大哥嘛在家哦。大哥，天父嘛在家，够人吃饭哦。家长，你来多久啊？我才多吃饱。是讲你不是咧无闲选举，哪会有时间来这吃大餐啊？是安尼啊，安委员，大家拢在走行程，啊，三顿拢无正常，我今日去邀到，所以我才逼伊一定要准时来吃饭。那若无，这下晡咪哪有困难，通去走行程嘞？啊，你放心，天父的身体真好，而且嘛真好吹到。啊，对了，是讲你哪会看起来平息平息啊？天父。那现在对我第二家吃饭啊，大哥。哎呦，哎，啊，这位是，这位是天父哎。你好，我是委员助理，我叫施美莲。哦，就是你哦，我听甲阮讲，你真照顾伊。哎，家昌，这位施美莲小姐啊，就是黄理长的查某囝，甲阮选举妹妹哥哥拢是伊家的哦。美莲小姐，多谢你对阮加分这么好，我们也是照顾伊。我请教过温梅赛。天母，恁等选举应该够真侪摊要走，我都无叫了恁食饭啊。我家家想食饱，我先来啊吼。好，大哥请进。好，对。
真正是天无绝人之路。做人，只要肯放低姿态，就可以看到一线生机。既然已经做出选择啊，你就好好帮伊离开，祝伊幸福，安尼对伊才是上好的。王医生，你想要创啥？乌刀又白刀出来，安怎？心虚哦？准备要打安心？我有啥物好心虚的？我也无做啥物歹代志啊，要斗啥物案？别讲小金讲，我无时间跟你开讲。王志义，算起来，咱两个人真正少见。做少年时阵，算猫抓老鼠，算到即马。想袂到连家己的查甫囡仔，拢是共一个。你无资格提起方式，你心内咧想啥，我凭啥管你？阿母，我甲你警告，卖阁叫老方式啊！你放心啦，袂久以后。你想是讲会搞做会搞？方式为着接近你，还是不得已的。你卖点自作多情。也顾，志祥，志祥跟你无共的。王正义，你甲我听清楚，我今日约你来这，干阿一个目的尔。对迄天在这发生的代志，甲刘芳子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所以我希望你回去了后，卖为难伊，责备伊。关你什么代志？王维正，你搞听清楚啊！柳芳芝喜欢王正义女朋友，我再跟你讲一遍，卖去交了伊。你听见无？你讲到这样大声，我听得到啊！就是因为我知影伊选你的人是你，所以我才要警告你。你若是让我知影讲，伊对你了后，过了无幸福无快乐，为你流目屎，我绝对袂帮你耍。你有听到无？我两个代志凭什么管啊？你有什么资格？因为对我来讲，是这真个白杂工啊。你讲啥？我讲我介意。你有讲？王威正，介意刘芳芝？王正义，你怕啥物啊？你甲理解好不？为着伊幸福，我放手。啊，不过我真正希望，伊选择你了后，会当过了幸福快乐。也若无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我甲王正义安怎，甲你一点关系拢无？你莫输给管。我甲方志一定会快乐幸福走落去。我警告你，卖过我拄着你。你若过我看到，都莫趁着囡仔呢。你最好会记你所讲的话。若是我知伊过了无快乐，我替你让你死甲一摆看。我王威正，过会搞做会搞。
委员，谢丽娜，委员谢丽娜，委员，问到跟搞啦。明天啊，今天辛苦你啊，等于较早休困了。不过我看你安尼，我袂放心一个人回去呢。袂放心啦，我无问题。天父，阿嘉芬的电话你无要接，你是不是还搁在想伊啊？唉，今仔双喜的代志这么多，我真正无愧啦，搁伊安来嘉芬啊。今仔逐天等伊厝的，就是伊要阮妈，还搁有伊的中间，我真正感觉足忝的。阿哥，你今仔回去，嘉芬。嘛是跟你拄着啊，哪有办法？啊，无安尼啦，阮家住伫楼顶，等阮家休困，啊，你等下酒较退，啊，人较清醒，伊才转去。凡是嘉宾都已经困去啊，啊，你感觉吗？你卖想伤济啦，我只是惊讲你若回去的时阵，看到嘉芬，恁两个人要搁冤家，所以我唔只想要招你去楼顶啉一杯茶，啊人较清醒才回去，安尼你咪感觉较爽快啊。你想哪啦？不要紧啦。人安尼，佫讲无要紧。来啦，先去阮家坐坐，我泡一杯茶予你啉，哈。谢你。不会噻，王家昌，你来这创啥？我来这找你啊，是不是感觉情意挂？你搁干来找我？就是你害我甲家分冤家，甲即马搁无法度回去。哎呀，你家己偷食，搁好意思怪到我家来？明明是你甲你的女助理偷来暗器，想要甲阮家分，他个边影对吧？你是老白讲啥？你竟然讲我有白讲，我拄则阁想要娱乐你，想袂到你体力这么好，今日规工爱走双脚，变甲醉茫茫的，阁有体力，留伫楼顶。
真久，真正是佩服佩服。我跟美莲在顶关是讨论选举的代志，不是你想的遐有诶无诶。拜托诶，大家拢是查甫人，你讲种借口，谁会相信？餐厅、伫遮，我拢亲目睭看个清清楚楚诶。你对不起阮家凡，我一定来替伊讨回公道。你想安怎？唔免这样紧张，我无想要创啥。我是代念，你是万袂使。我刚才是想要给你一个警告，警告你以后莫阁对不起阮家芬啊。这个警告嘛无偌济啊，一百万。你花一百万开餐厅做生意，这个动作是投资你的亲情啊。我若是摕到钱，我就会结定定。我安尼做，不管是对你，还是对我，都有好处的。我无迄个用钱啊，就算讲有，也袂让你一不值。喂，莫讲个遮尔早，我遮有一挂好物件，等你看卖了后，你就知影谁是真正的笨手啊。跟女助理讨论代志，敢有需要这样清白？我看恁两个人关系并不单纯。我相信看到这些相片的人，想法一定跟我同款的。吴家桑，这么久无看的，你也是拢无进步啊！我不管你头壳要安怎想啊，这些相片嘛无都证明起来。这算盘，无可能像你拍的遐简单。其实我无拍算要证明啥，啊，不过我有我的做法。你应该感谢我，无参照你这样敢巧，这样绝情。我会给你一段时间考虑看卖。先考虑啥？你到底想要送啥？明仔载，那是等个明仔载，也是想袂开，我要花钱。我得把这些相片卖给郭振雄的团队去看图说故事。我相信郭振雄一定愿意做比你更加高的介绍给我。这么好的生意，我哪有可能不爱做？你，哎，我有给你机会啊！我是代念，咱两人是亲情，我特别跟你拍照啊。讲起来，我对你算是有良心啦。这相片卖唔卖随在你，啊！不过到时阵卖怪我对你无情，因为是你先对起阮加分的。我好考虑看卖，等你的消息。我早点未走，你的手机啊，别记得提啦。啊，多谢。嗯，美莲啊，时间不早，你较早休困。我知啦，啊，你回去时都会马上去接你哦。晚安。晚安。已经四点外，天父哪要回来？天父最近为着选举的代志，无闲甲无眠无日，伊的压力遐尔大，脾气当然嘛无好。我阁毋知要体谅伊，安尼甲伊激气，实在是伤歹代志啊。
天父规暝拢无敲电话转来，一定是搁咧搞我生气。我是不是应该敲电话甲关心一下，顺续甲伊回信咧？天父，你等等。本来两村结婚了后，咱就已经过幸福的日子了。结果你厝的人却一直在搞你阿麻烦。现在你那个笨手在遐，竟然搁威胁我。洪家芬，我娶你到底是对还不对？你无闲过工，一定做忝的哦。我帮你捞烧水，阿你分数洗洗，人较轻松，较好睏。父，我有反省过啊，还是我无做好一个好太太的责任。自今仔开始，我会好好拍拼，做好你的贤内助，袂阁甲伊惹麻烦啊。你莫生气好无？好啦，一款话免阁讲啊。你若真正无想要甲我惹麻烦，那我拜托你，选举结束进程，你。还有恁厝的人，拢莫阁乱啊！阮家的人拢一直足支持你的啦，恁还安尼讲话啊？敢那因足恐怖的？因未恐怖，是我惊因，会用的话。天父，好啦，莫阁讲啊！我真忝，我要上来洗身躯，等下要休困啊。我已经甲天父回信了啊，是安怎也是白找我，我到底是要安怎做才好？这嘛是什么情形哈？你两个在我面头前，手安尼牵条条，当无把我看在眼内，啊，我讲的话，拢当作马戏同好啊！妈，你住口！妈，你也闭嘴！谁是你妈？妈，是我的不对啊！我唔敢唔嘛，你会当原谅我？也毋过，敢会当拜托，请你甲阿伯给我一摆机会向恁证明，我一定好好照顾惠如啊，我会回伊幸福。啊，若即个代志，你顶摆讲过啊，无效啊啦。妈，别生气啦，我知影你嘛是烦恼啊。啊，你搁知影我烦恼，你就无应该规日头壳拢去想天好，想甲天天你好。拢无想我甲恁爸，妈，我是真正足爱恁的，啊，不过我嘛足爱浩哥的啊。好啊啦，那你这句台词，你顶摆嘛讲过啊。你若是要常常甲阮讲甲阮的台词，对剧情是无好的帮助啊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是要跟咱目睭结口口，人家咧讲两句，你就耳仔听甲啪啪啪。死狗，你搁受伤，不是干那你艰苦呢，是规家伙在你咧艰苦呢。啊，煞煞去啦！该讲的拢讲过啊，啊，你家己袂晓想，我嘛无法度啦。我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什么都好啦。臭臭你！我来给我买个鞋，伊即马正在休息，你讲啥物啊，拢听袂入去。
一个人，为着我，和你这样为难。虎哥，我相信你，也相信我自己的选择。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躯边，搁较为难的代志，我拢会想办法去度过。不管要我阿爸阿母重新信任我，有多困难，我拢会跟你做伙打拼。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接受我这个儿子。够热。哦，我见连袂个要到啊，嘿，小林来接。哦，雨真正足大。啥紧啊？太麻烦。哦，好了好了。哎，你家你家。啊，哦，你家。阿信，你看啥啦？我咧看迄个变笨傻的柔敏啊。你怀疑啊？我敢知，我抓住迄个变笨傻是假枪的。原来你嘛是真关心假枪哦。阿祥，我迄间师傅叫你替伊关系做工地，你阁唔去？这是两回事，钱要花在刀口上。你叫我关在门口替伊做工地哦？我甘愿哦，大家替两金回向给伊。好啊好啊，阿桑回来，你讲。我跟你讲。哎，娟娟，多谢你这个搞买这么济罐，啊，你是跟朋友做伙买啊？无啦，我就感觉这美白隔离霜真好用啊，买来送朋友啦。这美白隔离霜一罐四五百块呢。哦，你对朋友真好。这无啥啦，来，我可以请了你。来，娟娟，恁阿公司是赚大钱哦，我看你这些行头不少钱呢。要靠翁哦，不如靠家己。我安尼也是死心水，哪有钱好买这一身行头啊？我是中乐透。什么中乐透？我是投资大陆房地产。大陆房地产？嗯。跟我再来后谈。无，我这一身行头是安怎来？我甲你讲，最近广东有一个新的开发案，咱台湾嘛有参与开发啊。你只要10万，买烟还买投资啊？哎，你这听起来敢是诈骗手法的，你确定你不去让骗去？你卖讲生气啊！我哪去让骗去？我会这么轻易搁底下零加币哦？这投资获利真高，每半个月都20%的获利。哈？20%哦？敢袂伤憨嘛？无，你若不信，你会用来听我的说明会啊？时间甲地点拢写伫个顶端，你去的时阵吼，就讲是我介绍的，无你嘛袂随便放你听哦。无紧啦，啊，回日哦，阮即摆无欠钱啦。咱来无欠钱。啊，娟娟，好啊，今日有机会去听哦，我一定去。老婆啊，我感觉这内底一定有问题啦，哪有可能这么好赚啦？红灯啊！你莫别人讲话啊！我哪有可能骗你某啦？而且只是一个说明会尔，你莫这么紧张好不？不是啦，不是我无相信你啦，只是讲哦，即马最近有足侪吸金甲诈骗的新闻，我淡薄仔袂放心啦。你是想怎啊？阮即马会员已经有2000几个啊呢，
而且阮的厝边哦，半年前就开始投资啊，没有问题啦。佳恩，我甲你讲，你要趁钱哦，卡手就爱紧，无一四卡人两卡走到那背嘞，要叫慢叫无。快点去。老婆。哎呀，放心啦，我袂去用骗。恁某看，他卡都巧。嘿啦嘿啦，佳恩哦，做投资的头壳啊，你一定跟我同款啊，会赚大钱啦。啊，爸，阿姨，家聪来找我，伊甲我讲，伊即马伫外口的状况真差。哎，即马你从啊？哎，就甲赶出去，你烦恼咧创啥呀？家聪，啊，你甲伊见面就要创啥？爸，家聪即马伫外口无所在通住，啊，辛苦嘛无钱。我烦恼伊伫外口会乌白来，所以我想讲是毋是甲你参详一下，好伊回来有一个大个所在。唔免，赶就甲赶出去啊！你当作我咧赶假个种，我唔正惊吼，我当作无生影啦。阿伯吼，伊要死还是要活吼，就在伊啦，我也无要插伊啊。是啦，爸，家聪做这样子个歹死掉代志，你对伊操心，这嘛是应该。是讲这小弟我自细汉看大汉，我是烦恼伊在外口会发生什么意外，所以我想讲回转来住，对着我身躯边。啊，若管家代志，我来处理。免了免了，家乡的代志哦，甲你拢无关系啦。上好是卖转来啦，转来再甲我试看卖。好啦，我无要听你了。无啦，爸。好啦，你甲边哦，烦恼伊的代志，不如你家己就管好还要紧啦。你来，市地的代志你处理好呐。这市地的计划，我嘛甲您报告一下。我算算的，哇，这市地的成本真正有够重的。我嘛甲计划书提去银行，啊，不过这么大笔的贷款，我恐惊无这资格。所以我伫想，这个市地的计划是毋是稍停落来？我先去外口找老路，等存着本，市地的计划才来完成。钱的代志哦，阮确实也无法度通甲你斗相共啊。唉，总讲一句哦，拢讲这个唔正经有影，死囡仔哦，若唔是伊今日不教安尼哦啦，厝的嘛袂变安尼，正经有影，想到我就乱谈。一寡钱哦，提提去互伊来开啦，拢无得着啥啦，正经有影有够了然的。爸，你甲阮家是说饲大汉。这都有够啊！你用做有够济啊！啊，那阮家今日时势真多，我家己拍算，钱的代志你莫操烦。家良啊，我知影你吼无想要麻烦阮啦，啊，不过若果阮有法度斗相共的所在，阮一定会做甲到。上去啊，咱遐四界来问看有啥物亏哦，家良原则。你即马在讲哦，我才去想着。李干事有讲过啦，讲即摆哦，公所拄好欠一个客户，啊，不过这个客户是了对电脑啊较内行的啦，啊，即摆我甲想起哦，你家良啊对这算讲安尼啊专业的啊，嘿，家良，嘿，看你用去试看卖哦。没有。是讲我无公务人员的资格，我恐惊无倒去公所的。没有。好啊，我冇听他讲的。迄公所闹亏吼，哇，偌济人想办法就要入去啦。咱若是讲吼，找有较有够力人吼，啊，甲咱小讲者，哎，安尼家人要入去公所机会较大哦。你即马咧讲天话，我也算唔知，我就是无愿意去拜托。哎，好啦，不安尼，这代志哦，暂时哦。那就按下啦。诶，假使讲家良，那是讲有兴趣啦吼。啊，无你，诶，你就不要再写写，啊，我再来想办法啦。哦，好好，我等下就甲履历写写。哦，好。诶，无你有啥物代志，你去讲者。我讲话有代志，我先来处理哈。好。
阿姨，我知道你很烦恼家乡的状况，你放心，我会尽量。家良，你对家乡是足好呀，你为伊所做代志嘛足多足多呀，你这大兄是做了足起的，啊，就参像恁爸爸讲的啦，过去我想过成家乡，想过简单的原谅伊，所以拢唔知悔改。一摆哦，我心肝都爱打红的，让伊去外口吃苦，受一寡教训，伊才知影讲诚心来悔改。啊，那无哦，伊一世人就乌有去啊，就无啊啦，毁掉啊啦。阿姨，你虽然安尼讲，阿母家乡伫外口，你根本无法度放啊。阿母爸爸即摆红火头，嘛无可能回转来。好啦，就照你所讲的，上好家乡在外口吃苦。阿哥，你放心，我会随时注意，袂回湖北来。家良，多谢你安尼这么关心家乡。阿姨，阿姨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咱一家伙啊，家乡是我小弟，唔那我家人家分，阮这兄弟姊妹。阮拢会好好看着家乡，袂让伊学袂来，绝对袂放弃。家良吼，这么照顾家乡，啊，我是不是嘛应该为家良的代志，倒想一下办法？委员，伫协调会内面，我有特别强调，危险管线的迁移一定要第一个处理。啊！参加民众，大家拢足欢喜的。而且我阁甲因讲，我保证委员一定会紧盯水利局的执行进度。明仔，那是等到明仔，也是想袂开歪滑稽的。我得把这相片，配合郭正雄的团队去看图说故事。我相信郭正雄一定愿意做比你阁较悬的介绍服务。这么好的生意，我敢哪有可能不爱做？早就知影，当初有贾昌蛋内底关系好啊，即马就袂发生这个代志。这个洪贾昌真正是可恶。委员，天父，你是伫受伤啊？啊，无啦，无什么代志。你敢未甲你烦恼的代志讲予我知影，无你卡我会用替你处理哦。请你来。啊，歹势歹势，吴太太恁搞了着无？妈，来啦，来请坐。啊，好。阿公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是有代志来找天母啊啦。啊。妈是毋是已经知影什么代志啊？阿母，阿伯，我来泡咖啡给你啉。阿内哦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妈，坐啦。妈，你今日来是什么代志啊？我这代志哦，想要拜托你啦。卖讲拜托啦，妈有代志，你就直接讲，不要紧。阿内哦。我有听讲，我的公所啦，即马吼有一个课，讲真需要讲吼捌电脑的人。我想讲家良这方面吼是真牛嘞，啊，不过吼家良伊无这个公务人员的资格啦。我毋才想讲，是毋是来拜托你，爱去公所遐去了解，爱去讲看卖。哦，进前请丈人斗三工邮票邮件，佮讲一堆理由，即马。洪家商阁威胁我要讨钱，结果你煞来叫我甲大哥斗三工，哪有这个代志？啊，我吼是安尼问看卖尔啦，真正若有困难就麻烦，就唔免啦，嘿，就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嘿，无方便无要紧。妈，这件代志吼，真正是较麻烦，因为这算起来是官说呢，我的时机吼，即马较敏感。哟，
麻烦你去公所替家良了解一下这个代志，安尼算官司哦。哦，安尼唔好唔好，迄若影响到选情哦，都麻烦啦。哎，请您加杯。哦，多谢。妈，这件代志虽然是较麻烦啦，不过你要开嘴啊，我一定替你想办法。其实像这哦，爱找地方的议员上好，我才会替你找人。啊，不过人是不是会答应，这我就无保证啊。哦，无紧啦，啊，你若肯讲甲我斗相交，我就足欢喜啊，感谢你，感谢。对啦，甲斗哥斗相交，这是一定的啊。后边若有啥物消息，我随时甲你通知。好好好，啊，麻烦你。哎，妈，丁家弟啦。啊，多谢。我来找张天赋诶，我看你这都要为内面出来，张天赋嘛一定伫内面对吧？无唔对啊，委员是伫内底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伊即马伫甲你妈讲话，你敢确定伊要入去？妈伫内面，伊来遮是要创啥？那呢，你甲因讲。我有来过，叫我靠我。稍等一下，我知影你来这的目的是什么。这件代志就交给我处理，你带我出去。施小姐。你带我来这是要创啥？歹势哦，我对你无兴趣。洪家昌，你是来足好大胆的，摕过电话，啥物拢看拢无相片，你就要来甲委员开嘴讨100万？你的胃口也伤大啦。就是啥物拢无翕着，安尼才有联想空间啊。这年头，大家拢介意看图说故事。你敢唔惊？我去告你威胁、勒索，佮迫害我佮委员名声。有甚物好惊的？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也不怕。施小姐啊，你找我来，那是想要小雨大意。歹势哈，我真无用，我即马要去找郭正雄开讲。洪家昌，我知影你想要利用选举的时阵，让委员狮子大开口。啊！不过我无想要影响到伊，更加无想要给对方制造话题。非得你的目的嘛，只是钱嘛，安尼真简单啊。安怎？你要给我？100万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啊！不过为了要表达我的心意，我就随开50万的即时支票给你，对不？施小姐，想要教你这样阿傻哩，一出手就是50万。我无想要跟你浪费时间。哈、啊，想要教我这门生，真正是好高文啊！有你这样好的得力助手，可以处理桃色风波。我知影，你唔那是叶德利助手，你阁有其他服务对不？施小姐，你条件嘛算是袂歹，人水灵灵嘛好，那得需要跟小妹姐，阁替张天赋付钱，安尼唔是委屈你啊？王家昌，你话心疼我袂讲。我甲委员的代志，跟你一点仔关系拢无。那有可能无关系？
阮小妹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我也袂使伫外口偷食，乌白来。我这做哥哥的，当然是看袂过啊。你话莫讲到遐尔好听啦，迄利用你小妹的婚姻，啊，想要甲你袂使威胁偷钱，你嘛无伫咧外国想。恁哥讲遐尔济，50万买啊是卖，若是卖，我就甲收起来。谁讲我卖？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这道理你应该知嘛？好，没问题。删除了。施小姐，你真正是巧巧啦，安尼处理代志就对啊。即马支票你已经摕去啊，伊就乖乖啊，把你的嘴读起来。另外，卖过来找委员麻烦啊。你放心，我这个人真有职业道德，叫张天赋以后，卖搁伫外口学袂来，我就袂搁常常去拜访伊啊。啊，不过施小姐啊，既然你是张天赋的得力助手，你应该提醒伊，偷吃要记得擦嘴，那不到时阵，不甲规身躯臭臭味，安尼就害啊。既然提你的钱，我嘛好心甲你提醒一解。男人在外面逢场作戏是很正常的，没错，外面的野花是比较香啦，但是男人通常闻一闻就会把它丢掉了。你们这种野花，在男人的心目中是一点价值都没有。你是讲啥呢，洪家昌？你的嘴还真贱啊！小心以后我死你都唔知啊！我看这句话，那是老爷对张天赋讲，为查某就成就祸水咁快，那是无说你。以后嘛是安怎死拢唔知影，一定会后悔的。好啊，以后做代志较细腻，莫阁糊涂着啊。这个被误伤，那肯定不修。好笑吗？对啊，啊，包甲亲像肉粽同款，平常时拢是食平头一挂，倒平头一挂。嗯，啊，你之前不是讲我跳舞的时阵，拢穿甲伤过性感啊，会招蜂引蝶。啊，我即马穿较保守诶，穿不落。卡斯讲你的舞衫甲跳舞同款，是身体表现的一部分。你三秒那他拢是应该你家己决定的，因为那是你的专业啊。而且我嘛答应过你，我会尊重你，我嘛一定要做到好。所以你真正无必要为了我改变。我为着你改变，那是我家己欢喜甘愿的啊。因为我知影安尼做，你嘛会欢喜。你放心，我袂免叫我家己。两个人做伙，本来就是要互相体谅啊。而且，这个改变对我来讲，都是小块代志。重点是，你要陪着我一直走下去。我刚才你是讲陪着你一直走下去，不是背着你一直走下去。吼，你这嘛是嫌我大口？我哪可能嫌我流芳猪大哥？猪猪猪，你才猪嘞猪！
来这个舞蹈教室教跳舞好不好？底下教得好好，奈何没有来接。因为我无希望阁发生任何代志，和你心内无爽快。我真感谢你愿意相信我，愿意陪我继续行落去。啊，不过你嘛知影，之前迄间舞蹈教室，王威正若是阁再来找我，我也无法度甲伊阻挡。而且害学生都甲伊有关系，所以我才想讲，归去，你家离开。多谢你的支持，我知影你要甲我讲这个代志真无简单，我嘛真感谢你，有顾虑到我的感受。不管你要做什么决定，我拢会尊重你。这就是我的决定。我安尼做，那是为着你，那是为着咱的未来啊！咱的未来只有你甲我，没有别人。心满意。